好爆、啊！好可怕！腿软了，腿软了。阿达超人系列，我们今天来到了维纳尼亚法 Water Jungle， 是泰国最大的水上乐园。噔噔噔噔噔噔，度假度假度假就是要这样玩啦、哦！而且今天天气超热，真的很想要赶快跳到水里面。对，然后我们刚远远看，就看到很大那种溜滑梯，很高，感觉很可怕。我也觉得。今天呢是由 G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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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Glama。今天呢是由 Glama。给我们的这个包车行程，就我们等一下去完这个 Water Jungle 之后呢，再看我们要去哪里。嗯、然后我们刚刚就坐他的超级豪华大 van 过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来这边，然后你们已经有预设好一整天的行程的话，对，你们直接找 Grandma 当你一天的司机 ，very 爽。而且如果我们要去那种很远的地方啊 ，Grandma 就会比较。哦，划算哦！像我们明天就要去一个离这里一个小时的地方，如果你叫 Grab 的话，可能就不太值得了。对，可能就要1000多块车程，来回就要2000了。好，大家记得要来找 Grandma， 那我们赶快进去喽。Go！ 一进来这里有很多鸟叫声，不确定是真的鸟还是假的鸟。啊、哦，这是 speaker 来的啦。它这里有这个 The First VR Slide in Asia。什么是 VR slide 啊、哦？是带着 VR 然后做 slide 吗？哇，等下我们来试试看。它这里呢有两个 package， 然后我们选第一个，就是有票，有那个 VR slide， 然后有毛巾、洛克，还可以吃东西。这是一个什么洛克的？洛克的密码锁，感应锁。琳琅满目，都是泳衣的，所以如果你刚下飞机过来，然后没有带泳衣那些的，其实不用担心。害羞起来了。不会啊，你看大家都这样。有人穿得像我这样 sexy。是哦，为什么今天是这样？我真的白来了。哎，嗯，什么东西？我看这个。哇、哦，从上面这样溜下来啊？不是啊。不是，你看，是可乐。从上面溜，然后过去再过来。哪里有过去？那里有这样、啊、连接在哪里？可能这样子吧，这样。哪里有连接？这边。真的吗？哎，他不是那里啊，是。You want to go? Sure. You can go.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哦，进了一个山洞。哎，我很怕，我真的很怕。没有，不要那么刺激的先。Okay, try. I'm so nervous. 多久你才能这样清凉？好怕，好怕哦。我不要去啊！我腿软了。走了。你们看啦。好可怕！他会这样子 ，Oh shit， 腿软了。Wait， oh okay， oh， so cute， okay， 啊！哈哈哈哈哈！你 and you know， oh no， 真是太可惜了，上面不可以录影，所以我会把你们放在下面。我觉得好玩的，我们已经把这整个乐园最爽的玩了。嗯，对吗？等一下就没有什么了啦。我觉得可以重玩哎，那个。我也觉得。很可惜，你们看不到，真的太可惜了。真的。这里很多的设施都不能拍、哎，我就这样给你们看外面而已。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玩 VR 的，它应该也不能拍。VR 的，不知道因为大家也看不到那个 VR 里面长什么样子。对啦，也是啦。OK， 那我们等下见喽，拜拜。拜拜。A few minutes later， 玩了那个 VR， 然后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好哎，还好。我跟你讲，我玩到一半我就直接晕死了，真的。直接闭眼 是？对。而且我的方向在这边哎，就是它不在我的前面，我要这样转头才可以玩哎。然后它的那个画质也还好，就是蛮酷的体验啊。我是觉得我干脆拿掉眼镜直接玩现场的应该会更好玩。可是因为我们刚看的是Jungle 的，所以我刚刚看到就是我们在丛林里面，然后那个桥到一半断了的那种感觉。因为玩到一半就闭眼了，所以。实在太晕了啦，我很容易 3D 晕的 ，sorry。OK， 现在超想要去玩他最想玩的冲浪。
今天买的套票里面呢是有包括是这边的buffet，buffet，还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蛮好吃的。嗯，还有泰式。那我们这样结束了我们的水上乐园行程，来了3个小时吧。好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排队，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们很快就玩完了。 Yes， 所以如果很多人的话，你们可能要安排比较久的时间。如果说的话，嗯，那有一些辣妹。哦，就可以待更久。OK，只能说你非常不知足，因为最辣的在这边。我们昨天本来就要来这里买这里的马，靠有马木啊，昨天买不到，今天看看到，买不买得到。啊，开始聊。那看很多人是。Hello。 他是泽阿姨吗？泽阿姨，泽阿姨啊，哦，看来呢看，120，OK看，哈哈哈哈哈哈，哦，太好了吧，好困卡，哇，超大的芒果，它的糯米蛮少的，有副爷爷奶，这个是什么花生？ 哦，哎，它糯米看起来好糯哦！我们去的时候，老板娘讲甜的芒果已经没有了，剩下酸的，试试看纯芒果。嗯，还好，不会很酸。糯米，嗯，好香，它口感也很棒。我们来泰国第3个礼拜，才吃到靠牛毛毛，呵呵。
们今天来这个华新夜市对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它叫做 Godi。 之前本来要去吃一个声称第一名，在华新第一名的，连当地人都说是第一名，所以可见是多屌。但是因为他们太早关了，就我们就留给明天。那今天来吃这家，它是1934年就开始了的，所以可能是非常厉害的老字号。我们来试试看，第一道点的这个是就是柠檬蒸鱼，就是看它的鱼哦。嗯，可以直接喝它汁吗？哦，酸咸，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超软入口即化的鱼，可能我不是很会选鱼，我不知道怎么样叫，但是好贵。东西在吧？东西好，不要放辣。嗯。是吗？辣吗？哇，好吃。哦，嗯，刚超香街了，我这个部位，嗯，很嫩很嫩，好吃。我们点了一道它的鸡蛋豆腐，很丰富，什么都有的感觉。嗯，嗯，好吃。我要喝这个椰子汤。哇，好酸哦！好酸，什么酸啊？不知道，好像柠檬那样的感觉，就是酸完然后奶味就浮出来，比那个鱼还酸。嗯。啊！哦，有辣，一点点啦、啊。不是，它就是樱桃丸，没有咖喱的样子。嗯。嗯，然后越来越可以喝出它的奶香了、啊。嗯，这家好像也还蛮好吃的。